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在那边的角落做了四盘蛮很大的烟供啊。那念一下随喜功德，那当然慈悲什么都可以做，只要是利益众生的，不能点烟供水也可以啊，供米也可以，放生也可以，念佛也可以，诵经也可以，打坐也可以，那无论如何这个都是方便，但是重点它就是有一个慈悲心，希望帮助众生，有一个利他的心对众生。但是念下来慈悲无嗔恚，当一个人修慈悲心的时候啊，他就不应该生气，因为你一生气一讨厌对方，那就悲心不见了啊。所以为了如此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努力的去告诉自己修慈悲心，而且你不断的去喂鸟啊，久了以后你就没脾气，因为你就不断的在慈悲。所以观音菩萨叫我们甘露水永远在布施，那你一直念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大悲咒，一天你就修了一两千遍的慈悲心。所以慈悲心多了，那负面的就不见了。但是如果你不去修慈悲心，不会啦，我不会生气，哦，一生气吓死人，
因为你没有资粮，了解吗？因为这个资粮就是说，你不断的去修慈悲心，不断的去称赞别人啊，而且打坐的时候，各位观想，哎呀，我对我的妈妈好好啊，你要这样修。然后第二个，我对不认识的也要像我妈妈好好，那你已经修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再来，哎呀，这个讨厌的，我也应该对他好，因为你已经前面修的差不多了，你用同样的悲心。所以各位，什么状况会让你生气，你都要观想好，从至亲的爱，然后呢，不认识的慈悲很容易修，然后就转到这边来，连这个恨的人我都会习惯，观想久了。所以你发生那个状况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是我都练习过了，那我只能告诉各位，这个你要在你心上用功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因为佛陀说，如果他可以帮你修行，那这个世界都 OK 了。佛陀是导师，告诉我们方法，这个方法你要不要用在你的内心里面，那你自己决定。比如说你这个男人女人很好色，很喜欢谈恋爱，很喜欢有性行为，那你要修不净观啊，那个东西是肮脏的，是苦的，不管他外表再帅啊，在美里面都是血肉，你要直接这样做，做久以后断除欲望还不够，哎呀，对方的清净像是我的母亲，是一个观音菩萨哎，啊，再美再丑，我看到的是他的菩萨像，而不是他的外表肉体。那你这个要在心里面不断练习，不断练习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我认为这些问题各位不要逃避，因为我发觉很多人喜欢看经论啦，然后呢修法啦、上课啦，但是他把它当作一个知识。什么叫知识？就是没有在用。鸽子你好，他在找人呢。好，所以当然我刚刚讲慈悲心就是你故意，那么如果你每天一直喷水，但是你没有修悲心，力量也不大。就是每一次你要观想自己圣者观世音啊、哦，我是观音菩萨，手降本质甘露流，我的内心从我的智慧里面流出了清净甘露，这样 啊恶鬼疾苦即可灭，那些恶鬼道的痛苦都没有了，得到快乐往生净土。你不会被寄送的，你就知道意思，我是观音菩萨流出甘露，他们痛苦离开往生净土，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每天念很多次，那你就修了很多次的慈悲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佛力、智力、法力。这个佛就是因为你念了观音菩萨，自力是你有在观修，你愿意慈悲；法就是有众生给你慈悲了，啊，真的有众生给你慈悲。撒个米你也知道，你今天撒个米，像我住的地方，我要撒很多面包，每天早上我都跑出去看，全部吃完了，太好了，啊！如果他没吃，觉得哎呀，他怎么没吃呢？啊！所以每天去都看他全部吃完了，因为知道晚上有很多兔子啊，很多各种的、啊、都会来吃，很高兴。所以每天最大的快乐，你就会买两条面包，对不对？不能够帮助他们，把这个水也放在那边，所以哦，他们可以喝哎。所以各位，你最好在你家门口拿一个盆子，每天给他放一些水。那谁来喝？孤魂野鬼会来喝，啊，然后呢，那些流浪晚上动物偶尔也会来喝一喝。所以，那明天你又再给换一盆水，就成为你不断的修慈悲心。我想。长养慈悲，你必须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。就像各位刚刚我们看到的鸽子飞走，快不快乐？快乐。现在他们不飞，为什么？你不要赶他出去，他在听法。这是他人生，这个鸟生难得，对不对？他能够在这边一起听法，就算他等一下不小心往生了，至少也升天。所以这是他的因缘嘛。因为同样救了这么多只，就这几只，我也说，他也说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，如果你在打坐，他一直叫你，也不要赶他，他在念佛哎，对不对？他在念经哎，你就专心跟他合为一体就好了。你不要说，你不要吵我，那就不会修。因为万法都是佛法，鸽子也是佛法，声音也是佛法。这个世界哪里地方没声音的？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像我在台湾某一个地方救了算一只的蚯蚓，我经常喜欢去那边睡，晚上他们的咕咕咕咕咕，哇，
太美了，因为那些是我们救命的声音啊，啊，那些是本来他们都是被撕掉了死的，现在是活的，哇，太好了。所以每天我们就要用很多菜，他们蚯蚓是吃那剩下的菜啊、果皮啊，或是一种木头没有辣味的木头粉给它撒下去，他们全部就吃掉了。那假设那边有一亿只，请问那一亿只将来会不会跟我结缘啊？将来我念佛他就要听呢，将来我讲课他就说好呢。就像各位我一定跟你结缘呢，不然他不理你，开两个钟头开到这边太累了啊！一定要有过去互结善缘，互结善缘。就像我们今天能够见到仁波切，我们跟仁波切有没有缘啊？哎，仁波切的脸就是我爸爸的脸，所以我看他很习惯。事实上他过去是做过我好几次的爸爸啊，所以他看到我喜欢，我看到他喜欢，我们两个都很单纯的祝福着对方啊，无所求了。每次要供养他都不要不要，我说我不是供养你，我供养佛学院啊，他才说好好，他才会接受。所以上回在纽约我供养他钱，他为了还我钱又开了五个钟头车来还我钱，我说什么事情没有，这一包还你。我说人不见啊，这不行，这样，然后又开回去又五个钟头。等一下我要把这一包再加一点塞给他，我要用办法了。我会说这不是给人不见的，这是供养这些啊，因为他认为，哎，因为他这个人就是不要这个东西，他只是喜欢修行，很单纯，帮助别人。所以哇，要难得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，那是你的福报，没有压力。完全没有压力，像他传给我所有的咒，他都说，人家要不要什么，他说不用了，会念就好了。啊，教你，所以他认为这个咒是你只要愿意念，有信心就 OK 了嘛。啊，因为他们这些老人波切他们的想法就很单纯，啊，能够弘扬已经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人愿意念就不错了。所以我想各位佛法没有这么痛苦。好，那时间的关系，我还是把佛法复习一次。那希望各位每天都要这样复习佛法，没有说这是初阶的，这是高阶的，不要有这个想法啊！佛法就是佛法，从最简单到最所谓人家生其相都一样的，法法平等。佛法就像一个味道，这个味道好，那就是对了啊！所以不要有说这个高这个低。那但是这个法味最主要是像吃东西一样，你肚子饿吃了会饱，不饿了那就是佛法，对你消除烦恼有帮助，对你平静有帮助，对你修慈悲心有帮助，而且因为对你有帮助，所以对别人一定有帮助，所以你要给他。所以比如说我常讲了，你头痛，当你念阿弥陀佛头痛好了，请你把这个方法告诉所有头痛的人，这样就好了。因为你头痛，你不希望痛叫出离心，你不希望别人也痛，因为你感受到头痛，也不希望别人痛叫大悲心。所以你有这个出离心大悲心，因为你是念阿弥陀佛好的，所以你就请他念阿弥陀佛，这是你的经验给他，然后他愿意接受就接受，他不愿意接受那我替你念，我想给你，就很简单了。所以人的烦恼来自于想要改变别人，但法力无边，你不用改变别人。各位都常听一个故事，释迦牟尼佛有时看一个国家造很多恶业，花草树木都不生了，全国人都快饿死了，饥渴而死了。那时候佛陀作为一个修行者，忍辱仙人，然后他就到他们那个国家那边打坐。他打坐呢，他也不接受供养，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够苦了，他就喝那个树叶的露水，然后在那边修忍辱打坐。因为这样一直修一直修，天气变了，下雨了，老百姓不吵架了，国泰民安了，就他一个人。但是等国泰民安，国王又开始打猎了。因为国王有一天在打猎，一只鹿，鹿很聪明，他知道说，哎呦，那边有爱心的人，他就跑往这边。国王是要杀他的，他就跑我们忍辱仙人后面躲起来。那国王来了，哎，打坐着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一只鹿？他当然不能讲，该骗要骗啊，妄以。